所以你用是板子就对了，嗯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这样子有多一百，好像将近170，一百七，那就是你身高就是要小，比较娇小的人才可以。那、你多高？你多高？我一百一六七一六八。167168。我想我够困得了，嗯，会当个会当个坐。啊，你所以你们睡觉的时候这个要打开？没有，关起来。关起来。啊，这个。哇，旁边用纱窗啊。用纱窗。哦，来。我买纱窗。这个 ，Toyota Vios。哎 ，Vios。然后1.5，到底可不可以车祸？可以。可以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讲。哎，你看这么小的车还是可以做车祸的，那。哦，教各位怎么样去做车泊，像他这边就有一块隔板，他把它拆掉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要不要买很多东西？不用，他就是铺棉被，铺多铺几层。没有哦，还有这个我坐垫。啊，这边本来是备胎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坐垫下面，就是坐垫。哎，这是垫子啊，垫子啊，人家坐垫呢、啊。哦，这是坐垫呐、啊，人家坐垫呐、啊嗯，然后坐垫一层两层。啊，进去就从这边进去啊！哎呀、啊，你看，可以啊。然后我在这边创造170，可以啦，可以更长，可以更长。哦，啊，它还有空间可以上。啊，它下面就用木头啦。哦，这边有木头可以垫啦、啊。嗯，真的是小车就可以坐车泊。哎、欸，可以呢，这样不错哎。我们那台小车也可以这样玩呢。可以啊。哎呀、啊，看你的。对，请谢谢。VL 加 March 哦 ，March 都能啊，对，March 都可以的啊，为什么、欸？你就是看到那个 March 那一集、啊欸，对啊，真的。啊，我在就我了，你要想啊想看，没有那个头也困起了。哎、你安尼，你讲你踹几届？三届。这边的，困到那是第二遍。第二遍。我第一遍是阿里山，睡野营呢。是我们睡阿里山的停车场啊，就是野营啊，对啊，就是没有在营区啊，没有啊，对啊，你得停阿里山的停车场里面，阿里山游乐区，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面的停车场，我知道啊，那因为那边上面比较冷，就很好睡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里面啊，对啊，一下广，你看，对啊，我们十月底那时候去的，它应该就没有煮了啦，对不对？有煮吗？啊、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它不方便，对，因为停车场不方便住啊，所以它那边吃的很多啊，吃的很多。阿里山宾馆哦，做这家呀？哎呀，哎，你得去遐食的，你何必得遐住呢？没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哈，小车在车泊的时候哈，就是尽量，因为你第一个、啊，你看这么小的一个车子怎么煮？除了我们来到这个营区，哦，我们来到营区可以这样子落地，哦，或者是说，这样讲好了，你带那么多东西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你就车泊就不方便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要出去。像简单越简单越简单越好，那是因为我们来了营区才可以这样子。那是因为来营区我来扎在这里。对，我就是一块桌啊，两条椅啊，一个瓦斯炉，哎，安尼就出门啊。嘛是，啊，问题你也要困的时候，你这物件要怎算？啊，我就是迄、那个生产工边啊。哦。我伫伊有哦，我不用安尼，我分头去，所以我物件拢置伫内边。哦，因为你这个这么多东西，你没办法、啊、没办法放前面放、啊。那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，像这个东西可以放哪、啊？你知道吗？放车上。车顶，你这边去做两个车顶架，有没有做两支横杆就好了。你那个椅子是长条形的，是不是可以就放上去？桌子可以绑上去。因为我只是试着出来玩玩看，可以就要换车。哎，对，我的仔，你这只老车啊，这只十五档的车啊，有无？我迄、那个。啊，你这架来当困，可以睡的话，什么车都可以睡了。对啊，啊你我就要找个舒适的车啊，你看上面是比较方便，啊个去哦，免不用等啊，你得个倒倒，肯定我车爱个用啊。那我跟你讲，你来参加我们的车具就对了，你可以去看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就等啊，我为什么来参加车具？我就来看哦，哎，上面红色哦，太阳比较适合自己哦，哎，但是自己也要试啊，哦，把你现有的车。现有的车先拿来试看看。你看你到底有在条出去哦，有在条安尼，你感觉讲安尼做出去有在条安尼算，安尼你得使来改啊。对，啊，不你买了你未算是你等于浪费啊。哎呀，有人很冲动就买了一台车，结果来两次三次不习惯。哎，啊，车你得卖掉呀。对，不要。像你，你安尼，我到你家客户讲，我是买
修理车，要买生活车。嗯，你的方式是对的。啊，我用我用车的时候需求，对，才买生活车，像我这样。嗯，我是考虑买修理车的。都可以，你看隔壁这个也是修理车啊。对，我买修理车。大家，你有看到发现80-90%都是修理车。修理车较方便。对啊，啊，你这是别创啊，你这个这是你应该是。我这黑银柱啊。这银柱哦，这你嘛该用的呢。对啊，我该用的啊。你是银柱？没有，那个是我才行走银柱，因为我本来有热心呢，啊，我想我本来就无，我这可是那临时买的呢，我买二手的临时的呢，我本来不是用客厅站啊。嗯哼哼，啊，请问啊，我当然临时客厅站陪你摇了，何搞咩啊 ？OK， 了解了解，可以啦，啊，这样子搭着也可以啊。嗯，来这边是可以这样，啊，如果你到外面其实就不用了。我那是在家噶，我噶用安尼啦，你啊一般，你若讲去已经一般啊，你讲啊，像比较公园啊，啥物嘢，嘿，毕竟的阿姨，哎呀，哪里来啊？嗯，修理车，啊，用我当不落地。可以落地我们就落地，啊，不落地我们就在车子里面住就好。反正你的终究就是想要不落地就对。对 对, 對，像这个，你做这个是为了要防雨啊？对，这个是防雨。防雨啊！抽风出来，这样子就下雨不用怕。嗯。啊，不然如果单独没有这个的话，可能下雨就对。嗯。里面还有沙网，就会对啊。那个蚊子，哎，那蚊子跑进去。哦，那你也是用行动电源对不对？一个 DC 的行动电源电风扇，这个是车博的好朋友，就是瓦楞板，这样子。啊，你敢用一边凉？那边嘛有，哇，用一边凉，用一边凉，哎，用一边。啊，那边就打开一点点，它就让打开一点可以对流，它就会对流了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有了，我上次有问过你，全部都是用保利龙，哎呀。这样子睡起来感觉是比较不会那么硬。嗯。你这样多长？长。嗯。到这边170了，啊，如果跨到这里大概180。180。它宽度大概130。哦。哎，啥？你爱困几盖？困几盖？这样，第一盖。哎，叫你赶快第一盖。哎呀，第二次啊！啊，你第一次在哪里睡？上东埔。上东埔那停车场，哦，你们好聪明哦，都上高山啦。好冷哦，哦，那一次3度哎。哎，有没有睡着？很冷啊，但是还是有睡着。是哦。我第一次安尼困，如果是伫阿里餐厅馆，困到十一点，就抱起眼干，哦，都有当眼干呀，哦。这个是小车的车博了，然后它两边都可以这样睡，而且很平哎，真的很平哎。哇，这个应该叫老板娘来钻进去。哦，哎。哪个招对啊？我不知道，他有来看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哇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然后这个也是看我那个影片自己知道，自己裁对不对？对啊，就买地垫。对，地垫的不用的地垫，把它按照这种幅度下去裁。哎呀，免钱，你用做这个厉害，都免钱，都免钱哈。哎呦，魔术，哎，魔鬼针打魔鬼针的。对啊，地垫啊，我跟你讲啊，看就知道地垫啊。这个是我上次在那个哪里遇到，在那个鸠兹者遇到一个，然后他就用地垫自己车一车。哦，啊，你是无车，你个嘎嘎呢？我用魔鬼针用，你活动较方便，因为平常无大条。哎啦，你这内底会当困，但是你就是吼，往高山跑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然的话你这平地行走。你平地没办法，你只能往高山，啊，就是冬天跟往高山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不然你就是里面通风或电风扇可能要用。啊，这啦，这个啦，这个是保利龙。我跟你讲这吼，这恁会当用什么物件取代，你知无？EPP。嗯，您可能不知道什么叫 EPP， 我跟你讲 EPP 吼，我们现在那个就是大型的那种电器产品有没有？电器产品，然后里面都不是会塞，它不是塞保利龙，它塞那个叫 EPP， 有点像泡棉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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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。你它那个硬度够吗？我想这个保利龙它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会慢慢拉呼吸。但是我这是高密度的，高密度的应该是它袂。你去用黑德赫啊，那个比较好，那个都袂呼。黑马袂派，白色的。哎，对，因为伊都拉保利龙赶快，那个叫 EPP。看你要什么型。按你家里用挂。可以可以，它其实它的切割方式就是跟保利龙是一样的方式。
哦，像这个东西，我就建议各位哈，你们可以用 EPP 来做取代，啊，你就找出你要的东西。嗯，甚至现在人家有那种专门在帮人家切 EPP 的那个厂商，哦，它的厚度很大，啊，你要切成什么样的形状，它都可以帮你做切。哎，对对，线割的，哎，没办法 ，OK 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睡两个人，哎，可以来跟我们野营了。你后面有洞啊？有啊，这个在不落地耶。哦，有可能在不落地耶。有啦，这两边快，这样呢，阿弟说还没走完，看你不落地还是没，厉害哈，这样。哦哦，我叫我本地我不用啊，你冇啊？我不用，我本地用。欸、老板娘来了。两支波动的，波动的卡。你提扫把的啦。嘛是扫把哦。扫把的。哎、欸，你唔通甲恁兜的扫把用来啊？伊来平掉嘞。冇冇冇，这伸缩杆做何用啊？你也用随着地形的那个。对啊。随着地形的那个，不要小看它哦。然后要把家里那个丢弃的扫把拿来用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改天家里有要回收那个扫把不要的，都拿寄来大叔时光这边。回收啊，两样子。回收啊。回收一定会有人要。嗯。一定会有人要。对啊，就是。一定会有人要。啊，它可以调它的高低啊。对啊，这些大点。随着地形。很可以哦，加个手这扣，把它扣住，用扣子扣的，用扣子来吸铁，扣子这里有扣子，嗯，啊，这你如果地形不好的话，你可以移动，就看它的高度这样，嗯，看着就在，你看，这猪崩了，而且踩，啊，你阿公去到不落地的时候，我就换用这，哦，这悬吊的，嗯，我有诶。所以有人被悬吊的不落地啊！就是有这点噻，然后这个两个呀，这个这两个，然后转拐料的变高起来的变不落地啊！不会啦，你我跟你讲，你这个车哈、哦、在那边哈、哦，他还跟你讲说什么不落地不落地哈、哦，真的是太苛刻了，哎呀、啊，我们已经完成这样子了啊！这个你看，这个是自己弄的啊！哦，你敢量起你啊？哦，这个又是一个方法哈、哦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个方法哈、哦。这是算讲啊，遮无够用，遮对使用。对，因为今天是方便的呀、啊。是啊。哎、欸，它最大化就这样的啊。对，这个我设计是最大的，因为太大的话，我里面塞不进去。你知道可以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再一层。双层。对啊。两层啊。哦，两层我是考虑到我已经有这个了，对不对？再两层的话，可能它那个。承载力，承载力，这个东西你用那个就好了，用那个重型滑轨，但重型滑轨可能没这么短，就 OK 了。Cam 哥，你有要骑哦？你的车呢？买了，我车我已经就好了，如果万一承载力不够，这里还有一只。我还有一只。嗯、我还有用小点，用小点，不过那也用几根。对，那个都要支撑呐。嗯、如果承载力不够，万一啦。好在你有拿出来，我就在想，啊，你那更紧挡着。对呀、啊，你今晚那几天，对呀、啊，今晚就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啊啊啊、所以四门轿车可不可以车泊？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。哦，这个也是四门轿车。嗯。蛮邪三，厉害哦。所以你五门的啦，你很幸福了。我已经。哎，OK OK， 好了，可以可以，谢谢。爱崩鼻哦，啊，你想那边鼻子？啊，我的处理哦，哎呀、啊，那个。看到你 MV 了，感觉都处理。影片看完之后会中毒啊，哎呀、啊。你的车子都有一个疯子啊。你。哎、欸。那边有吗？贴了，你风车不？你知道我们是赶紧逛出来，我是乖恁出来，乖乖出来吃头，对不？对对对。你看你刚才饭店钱先花这起来，对不？哦，哎呀、啊，比住饭店好了，比住自由自由啊。饭店住的时候，而且对比较价钱又贵，你本店那个。